国内知名3C 品牌农历年前在花莲市增开了一间门市，而开幕期间除了全馆加店九折，指定商品加1元多一件，以及2月3号到2月5号每天晚上还有1元的商品拍卖会，同时还有消费满额抽大奖等活动。过年住住不新，想换家电的民众不妨把握时机前往抢好康。国内知名3C 品牌农历年前在花莲市增开了一间门市，并且规划生活用品区，让民众有更多元的选择。家电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除了有传统的家电以外，我们还融入了一些生活用品，然后生活百货，然后因为要增加不同的客群，然后除了这些以外，还有婆婆妈妈使用的，像我们的厨房三机啊、热水器啊、瓦斯炉啊，还有电热水器这些，还有烟机，我们都有融入在里面。庆祝开幕，店家还推出多项折扣优惠，还有拍卖抽奖等活动。像我们开幕的活动有这些优惠，比如说有全馆的九折优惠，然后我们有增加了一些，比如说六日一有拍卖商品，然后1元起标的活动，然后满额礼的活动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抽奖活动，每满1000元我们就有一张的摸彩券，我们的大奖有像55寸的电视，还有1对1的分离式冷气、扫地机器人，还有一些小家电的商品都要提供免费，我们的这个花莲乡亲送给他。开幕期间全馆家电九折，指定商品加1块钱再多一件，还有2月3号到2月5号一连3天晚上都有1元商品拍卖会，同时还有消费满额抽大奖等活动。过年要除旧布新，想换家电的民众不妨把握机会前往抢好康。谢瑞慧华视报道。